好，接下来就是 Junior， 哦，是，你来干嘛？我之前真的有胖，他真的之前现在有差哎。他有胖过吗？有，我有胖，我一路胖到80公斤。哇哦！这是出道之前吗？什么？出道之后，大概这是应该是两三年前吧。对，那时候胖到80。为什么？那时候原因是？因为我先是戒烟，然后戒烟的那一年时间，体重就是无限制的。我从，其实我应该是正确说，从62一路胖到80公斤。哎，为什么戒烟会胖？对对对，很多人戒烟都会发胖。这个在医学上研究有发现，因为他没有抽烟以后啊，他嘴巴会停不下来，会想要吃一点别的东西，嗯，对对对，哎，然后就热量就不断的进来，对不对？再加上他生活形态的变化，所以他会突然间就发胖。那但是有的人会为了怕发胖，反而继续抽烟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就不戒烟，那这个是最不正确的做法，是哦，还是应该要戒烟的。所以那时候吃特别多，对，因为戒烟的时候，你跟大家出去聚餐，朋友会吃到一半就开始停下来开始抽烟，或者是去外面抽烟。然后餐厅一桌就只剩你一个人，你就继续开始一直吃，一直吃。然后，而且你到了晚上不抽烟，你就会开始嘴馋。所以那时候一路胖，大概一年不到的时间吧，我就胖到了80公斤。对，现在成功变回，现在大概66、66、67。OK， 好，所以刚刚讲这个佩仪是怀孕胖 ，OK， 欧德阳是因为睡眠很少，内分泌失调的胖。然后这是戒烟的胖，小仙，那你是怎么胖到60几的？哎，我好像幸福呗。没有哎，我在遇见真爱是我体重最高峰的时候哦。我在遇见他之前就开始一路慢慢成长，就刚开始胖的时候，我突然发现我好像得了暴食症，就是我不知道什么叫饱。然后常常觉得压力很大的时候，我会去买大概好几百块零食，然后回家就是没有人看到的时候就一直吃。后来我为了克制，我为了要抑制这样增加的体重，就开始吃减肥药，所以它是一个恶性循环。你一直暴食，可你要用减肥药去压，后来就开始形成不吃减肥药的时候就开始体重狂飙，溜溜然后就这样溜溜球效益，就一路入到这样63。到60几的时候遇到真爱，对。那你现在变这么瘦，他会不会不习惯？他是喜欢还不喜欢啊？他好像觉得我没有差哎，就是没有变。他好像看我，我觉得好像都一样这样子。每天都看到，每天看，然后再加上他觉得我开心就好。他觉得如果我胖胖的，我开心，他也觉得 OK。如果我瘦下来，我会开心。所以那时候你那么胖，是哪来的自信去谈恋爱啊？在爱里面的时候是不会缺乏自信的，对，是因为我觉得他愿意接受我，我反而有一个温暖的感觉，对对对，因为我这样子了，对不对？对 ，OK， 所以就是你没有因为你的体重而对这段感情有一点却步，什么都没有。我觉得是外界给我，就是媒体下的标题，体重就讲的不是很好听，所以反而会让我没有自信。到底媒体讲的多难听啊？就可能说为爱吃肥，再不然就会飘省胃，然后就是。反正就是标题真的都写得不好听，这样飘省味，对，就是大省的味道，对，哦，对 ，OK， 好，了解，好，对，小贤这个一个很典型的肥胖，就是这个叫压力型的肥胖，哦，因为我们压力型肥胖最容易胖在脸跟中躯干这个地方，哦，因为压力会造成内分泌失调，就刚刚那个我们的内分泌叫一个类固醇那种激素啊会增加。就会导致他容易发胖，对。那后来他很典型的证明了一件事，就是爱是他减肥的动力嘛，对不对？应该是没先生也支持。不想再被讲难听的话。听完四位艺人的分享后，真的能感觉到肥胖对他们带来的困扰，而紧接着出场的减肥天团，他们所经历的肥胖心酸更是难以想象。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位，第一位呢在这边叫 Bagel。他原本92公斤到42公斤，哇！我们先问一下这个瘦50啊，瘦掉一个人，瘦掉一个人 ，OK。请问一下 Bagel， 喂 ，Bagel 你在吗？你好，你当时胖胖的时候有被取过什么绰号？很多绰号哎，真的是五花八门哎，让我有的还蛮惊讶的。哎，你说说看呢、啊？有的其实还蛮可爱的嘛，因为毕竟我是一个女生啊，是什么就是也是一个小肉球啊，飞天猪啊，这个有人惊讶吗？哦，怎么样？还有什么？还有什么？有人说你是神级的哦，有，那是我一个很喜欢的对象。
就是我曾经有觉得说，我可以试善一点我的好意。结果，然后他好像有察觉，马上超级惊讶的哦，他惊讶到说，我不跟神借的。我说什么是神借？他说你是神猪借啊，要抬轿的，你知道吗？啊，好恶劣啊！他说他不跟神借的人来往哦。可是92公斤。对不对？但是呢，各位很励志哦。他减肥成功之后，听说同时有几个人在追你，最多的时候，10个以上哎，真的是让我好惊讶哦。减肥可以让一个人的人生从此改变。那你减肥之后，原来那个不跟神界人交往的人有见过面吗？有见过面，他已经认不出我了。那你有没有想要就让他后悔一下？没有，我说我不跟平民界的。说得好，因为他变仙女了，漂亮漂亮，帅帅，现在是仙女。好。我们马上请他出场，欢迎我们的 Bagel。哇哇！哎，变年轻，是两个人啊，而且他变好年轻哦，变好年轻，不可能，为什么没有肥胖纹？有，我其实我有肥胖纹，你的手没有？没有，你看他有。有看到哦，其实有，只是因为我皮肤白，所以看不到。嗯，所以我觉得一方面其实妈妈真的是占蛮大的优势。你跟你的牌站站看，我们看一下。我要跟他保持一样的姿势嘛？好不合理哦！我觉得是同一个人。贝果，你体重下降那么多哈，我最想问的就是你的皮肤有没有变松？没有哎，我觉得那方面可能是年轻的18岁，怎么可能没有变松？一般都会变松，难以想象。现在24。我知道我手就松了，对对 对, 对，手很松。对，因为原来很肥胖的时候，把你的皮肤撑得很开哦，突然间啊快速下降以后哦，它那个皮还在嘛，所以就会像气球消气一样啊，就会变得很松这样。它就像气球这样缩下去，我觉得有的可能会，一方面可能要看年纪层了。哇，这不敢相信哎，差50公斤哎。对啊，我只有瘦了一个我，然后我妈妈看到我妈妈很惊讶，我妈妈她没有很惊讶说你变漂亮，她反而讲说。你是生活有困苦吗？可以跟妈妈讲。真的、啊？好，你怎么减的？我们要跟你再好好聊一下，好不好？欢迎你，欢迎先跟你坐一下。好了，第二位在这边叫做丁丁，丁丁呢从98公斤减到55公斤，也是很惊人的，也减很多。嗯。所以这个丁丁，你也曾经被同学嫌弃过吗？丁丁。叮叮叮叮叮叮喂，哎，是你被同学怎么样嫌弃啊？哦，就拍照的时候都会被同学嫌占画面，都说我是一个人占两个人的位置，很占空间。那你身体这么胖，有出现问题吗？就身体很容易会有惰性，然后也不想走路，走路也觉得很喘很累。嗯，哦，而且是穿这种宽宽大大黑色的衣服。对，一定啊！我们胖的时候，你有看过我穿任何有身材的衣服吗？哎，对，但想想真的是，全部都是宽的、散状 A 字裙那种散状的。对。但你减肥成功之后，有没有一些这个改变你的生活？减肥后，每次只要搬重物啊，就会有男生主动来帮忙，然后去逛街的时候，也比较会有人来搭讪。真的假的？差这么多。好，一起欢迎丁丁。